他锁住了，哪个位置啊？锁在哪个位置啊？那中间，中间往下一点点，这个位置吧，在这个位置是吧？哎，差不多。没事，门废掉可以的，没关系。这样子里面你要帮着它，它才一岁多一点点。才一岁多点是吧？其他地方都全封闭。是你们自己装装的，你们自己自己没锁啊？这个。对对。妈妈在。他自己就进去摸摸爬爬的，然后就把下面那个我们这个门从来不知道可以锁的，是你们自己装的，你们自己自己没锁啊，这个对对，实在不行了只能割掉了，这个哎割掉没事，你割掉吧、他叫人把东西拿过来割掉好了，手当心划伤嘞，看一下看一下、等一下报一下突发哈，我报了，报了报了，好的，你的外围往外，没事没事，让他妈妈去把他抱出来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怎么了？谢谢叔叔。关注黄金眼融媒，品味浙江故事。